饭咁麻烦，我讲两句又唔识。你啲 friend 叫紧你啊！佢食嘅食得几碎啊！佢咬唔到啊！佢要撞啱个牙齿嗰下，吸落去牙齿啊，吸落去嗰度高。佢又喺中间，佢嗰几只牙先咬到。不过今日咁狠，咬啊咬臭屎都咬到出晒血痕。咁东东讲搞佢，佢几惊啊！但系，睇嗰只几有手，都冇食咗嘢嚟。食咗啦，佢眼满晒手。哇！你嗰只眼做咩啊？咁样望住嘅吓，想人哋玩波啊？只狗绑到我去到而家。梗唔系啦，我带出去行，出去买嘢，落去行。是你小狗的嘛，他也有行啊，行你的头，两个在这里有啦，你问东东，你下面打机没机会，他行，你看他走到屋那个廊来屙尿那个廊，好彩没屙到，攰到他一上来躺在那里睡了，睡到现在。 OK then，我走到码头的，本来我想下蟹笼的，打算你回来钓鱼。你走到下去的？是啊，你行翻上嚟啊？系啊，你仲喺度睇部车牌嗰度？唔好睇啊！你仲喺度睇电视啊？我仲冇摆蟹笼落去，就谂住你翻嚟钓鱼。好啊，我哋钓啊！而家钓鱼咪啱好。正我嗰度咁热，焗住。你听日啦，系啊。哎呀，结架！我谂住你又话翻嚟钓鱼，谂住我摆个蟹笼，你就扯啦我。你踩住，你踩住食啦。点知个衰仔一落去又吠，谂啦都唔好啦，想翻嚟先啦。吓，唔啊，系咁扯我哋屎仔。你有保你呢啲嘢敏感啊，不过佢敏感啊。用个波出气。